昨天看到一个新玩具，我特意给它藏了起来。哦，今天我们就给它接回去。嗯，还好还在这里。老板，结账。玩具到家啦！哇哦，是猪猪侠叽叽布。哇塞，真的是太帅了。这款游戏还是官方出品呢，永生动漫。哦，我就说元气武灵锁怎么做的这么精致，原来是官方出品，那肯定错不了。等不及了，赶紧拆开看看。 Let's go。 里面有七款晶片，让我们看一看猪猪侠。让我们将猪猪侠插入元气武灵锁里面。 OK。 小朋友们，和我一起测测元气值吧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接下来我们向右旋转，口号生效，炫酷灯光，让我们看一看是怎样的吧。接下来让我们将最可爱的小呆呆放进去。接下来有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，就是你对着它吹口气，它将会触发对应角色的飞甲口号。哦，哇塞，不愧是官方出品，简直是太神奇了。让我们再试一试飞飞。Let's go。 逆风虎，带上元气武灵锁出去，感觉是最亮的猪猪侠呢。